来了。这个家伙。当然开过，他故意开那么快，你看，还故意打滑轮胎嘞，听那个摩擦的声音，你看那个。刹车啊。刹车的声音。转弯嘛，速度快，看了有一点蠢蠢欲动的啊，我心动不如行动了。大家去开一开，到时候撞得全身遍体鳞伤。你去开呀。